是刚刚列车上的2014年11月12号，刚好哎，你就要到万隆站到这里啊，10:39。哎，可以下车吗？还是可以啊。好，那我刚问。呀，哦，哇，好感动的。哦，万盛路平交道。我是公关列车长，那2014年11月12号，万盛路平交道，10:39出发就是，超感动嘞，308次啊。跟南回线开到新左营的第二三线型九辆面团，之前好超感动，耶！这万盛路平交道，阿若下面干嘛站门多多丢我们到地方看，然后支持九郎，拜拜，谢谢哥哥，刚刚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赶快再见，拜拜。